那个是哎、欸，那个现场那个卤蛋一盒里面有二十颗，对，我吃超多。然后那个肉燥饭那边有四五盒，然后吃完吃了三个汉堡，吃完就不对，他吃了三个汉堡。为什么你们可以吃那个？对啊，好好哦，带朋友来住，搞来住你家，家大，有我家大吗？毕业馆大吗？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们大啦、啊，我最大，少说也有，你们再大也有我大。为什么是比大小啦？我家大。家那么小。